我走，吓死我了！你现在啊，出去看看007在不在外边。好的，我走。 进南溪手前。如果今天你不给我道歉，你就别想走。道歉？我道什么歉？你都错那么离谱了，你还想狡辩啊？我第一次遇见你这种脸皮厚、嘴巴还硬的人。我是错在一次次的暗中帮你，还是错在帮你找到真相呢？ 你早就知道根本就不是我，我根本就不是内奸，你干嘛不去跟大家解释，让大家误解我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内奸，我也不相信什么直觉，我只信证据。当时我们搜集到的证据，你的确就是第一嫌疑人，所以我就将计就计，一边找证据，一边迷惑文光启他们，这样才能真相大白。啊？那你是在利用我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应该庆幸，你还有被利用的价值。为什么公司要利用我？ 为什么为了你的利益要我牺牲啊？知道我这些日子过着什么样的吗？真是，有没有人在乎过我的感受？我应该考虑每个员工的感受吗？会这样做的是按时收费的心理辅导师，而我是给你发薪水的老板。以后在我面前。 宝妮，你拼才华不拼颜值的样子实在太迷人了。嗯，这都4点多了，你中午也没好好吃饭，啊？薯片。嗯。哎呀，宝妮是不会吃膨化食品的，对不对？哇，栗子蛋糕啊！来。 还有你的最爱，哎，还是你的我，好多种水果哦。嗯，想不想听一个爆炸性的新闻？嗯，琪琪刚才去找博海死了。啊？恐不恐怖？害不害怕？ 虽然说结局毫无悬念，但是勇气可嘉。嗯，那倒是。哎，话说这段时间，你好像一门心思的扑在琪琪身上哦。陆宝妮小仙女，多喝果汁，少吃醋 ，OK？ 那什么时候？ 我可以体验一下你墨南无微不至的 VIP 服务呢？你不是天天都在体验墨南无微不至的 VIP 服务吗？你的那些狂风浪蝶都谁给你打的了？再说，
我现在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寒光四射，刀光剑影。上次你说的创想的那间文光启要保护的人，猜出来是谁了吗？要是这么容易就能猜出来，文光启也不至于牺牲方城去维护了。以你整容级的演技，去考虑一下，咱们公司到底谁最爱装？看我干什么？你以为是我呀？你的智商可看不出来这事儿。哼。